说相声的就没有好人。当看到栾云平耷拉着脸时，开开心心进门的师兄弟没有一个敢继续说话的。直到副总开口，大家才入座。但是面对副总的质问，气氛立马又变得紧张起来。别看平时都嘻嘻哈哈的，他们也是有怕的人。你们为什么不出来？你们不都接了三个信息吗？对呀、啊，没有我接到俩，啊，没给没有。世界的起因是《窦笑社》第二期导演想玩个新花样团战，于是让栾云平、烧饼、孟鹤堂三人做队长发起人，分别邀请师兄弟吃饭，看看谁的人缘好。最后的队长之位就花落谁家，三个人中就栾云平处于劣势。毕竟谁愿意跟领导吃饭？点击评论区看完整视频。